都这么晚了还不快睡觉。哎呀，可是我都还不困呢，要不你先睡吧。那我唱首歌哄你睡好了。好啊好啊，闭上眼睛同胞嘿。你唱得真好，还是我来吧。好吧，闭上眼就拥抱黑夜，睡个好觉漫游到天边，夜晚还给后面，美梦还给枕边，用心宠爱自己才发现身体会感谢。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专属提醒按钮，我会来准时提醒休息哦。对对对对，晚安晚安，月亮挂好。晚安晚安，睡个好觉，晚安。去，带你们去整蛊一下，收拾。夏天到了，大家一定要多喝水。哎，卡布兰，你干嘛？没事没事，你继续你继续。夏天很容易因为体液流失导致中暑，多喝水可以防止脱水。卡布兰，我和你没完啊！大家快放下手机，去多喝点水吧。哎，诗诗，我最近在学唱歌，你指导指导我呗。哎，可以啊，我刚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嗓办法，想不想学？好呀好呀。好的，那就跟我慢慢做。气沉丹田，舌顶上颚，口唇微圆，口鼻同时吸气，做到细慢自然，深长有力，既能够开好嗓，又能够增加睡意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也快放下手机，快快睡觉吧，晚安。你是嫌天气还不够热，居然还在健身？没错，就是因为天气热才更要健身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身体排汗，才能够更快降温。真的假的？循环循环循环，排汗排汗排汗，散热散热散热，不仅可以降温，还能健体强身。好处这么多，那带我一个。快放下手机，加入我们一起运动吧。最近看到你们做的很多东西很喜欢，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开心，非常感谢，也因为你们给我的灵感，我给你们写了一首歌，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吧。周深今年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，匆匆忙忙的行程，各大省份到处跑，参与录制的奔跑吧在紧张的气氛中有序的进行着。前期录制的路透中，周深不自然的走路姿势惹来一众细心粉丝的关注，网友纷纷感叹周深玩游戏太疯了。这不，脚刚好，脖子下面又添新的伤，引来众粉丝隔屏心疼。周深的粉丝是出了名的妈妈长辈心态，各种姿势嘘寒问暖，看到周深的行程安排如此紧密，就不免为这个迷糊的大男孩感到担心，纷纷请求助理好好照顾周深。这真是一群操碎心的小可爱呀。当看到周深的脚受伤时，个个恨不得受伤的是自己，治疗跌打损伤的药物巴不得全塞给周深。好不容易脚好了，可以正常走路了，脖子下面又受伤了。奔跑吧最新一期一出来，眼尖的网友一看到周深贴着创口贴都坐不住了，疯狂的喊话不要这么拼了，要照顾好自己，注意安全等等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粉丝对周深的关心，看过都会不自觉的感动。这群生米真的是人间温暖，平时大家安静的要命，循环播放着周深的歌曲，一点也不在网上给周深惹事，主要还是粉随正主。要知道周深就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明星，这周深一受伤纷纷上线，满屏的关心，贴心祝福下一次小心一点。如果说之前的周深脸上还有一点肉肉的话，可是近期的视频来看，周深却有一些消瘦了。工作行程挺紧张的，前有综艺《天子的声音》、推理吧、奔跑吧兄弟录制的结束，后有央视七夕晚会的录制，这么密集的行程基本上就没有休息的时间。周深本就是一个不喜欢卖惨的人，如今胸前受伤，他也没有走路一点风声，还是细心的网友通过看视频截图发现的。他本人也只是简单的一句，
生活中正常的一些莫名其妙来的小擦伤而已啦。粉丝喊话周深不要太平了，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不知道周深看到之后会不会给自己稍微放个假呢。粉丝希望周深不要那么拼，尽力就好，可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按照周深的性格那绝对会坚持做下去的。他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舞台，珍惜这些喜欢听他唱歌的粉丝，所以只会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。不少粉丝在看节目的时候都替周深捏一把汗，当看到他用尽全身去接球的时候，看到他为了战胜吕小军时拼尽全力的时候，都知道他在全心全意参与。这也很好的解答了为何导演喜欢让周深来当嘉宾了。玩游戏放得开，没有偶像包袱，真实。二三四，转眼已经八点了，仿佛只是眨眼了一下。看着我们走过的路啊，好多话心里放不下。曾经遥遥相望的你呀，现在不知你还好吗？谢谢。